对啊，手都不放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是索尼娅吗？哦，你有看是不是？哇，感动！我知道你说的那家餐厅是哪一家了。老饕婆铁板烧，它原意一定不是铁板烧。我要先去补血。他把我杀苦杀透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还好啊，是蛮好练的。我们后面打的怪都很高。噔噔噔！哇，四十难才能进化成班级啦。他这里是卖什么？哦，姓名鉴定。哦，不是我的姓名，是不是？好，各位顺便宣传一下，哎、欸，要不要加入会员啊？现在只要75块就能享有贴图哦。来亮给他们看，贴图长怎样？好聚好散，要不要加？想想玛丽泡汤哦，我已经 bogey 了，果然是来这一家店。银水子太赞了，你获得道馆徽章了，关你屁事啊！关于暗夜还有阵雨盾的宝可梦，我还是一丝线索都没有。什么？你花这么久时间调查？快看，什么？这家店难道有什么玄机吗？这是什么？英雄传说的后续？很赞的海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在这家店会有这个英雄传说的后续，而且感觉不像仿冒品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究竟有什么含义？而且他们手上被封印了，被封印了，他们手上不如说是沉睡。哦，你在说什么？好了，未请森林啊。边吃边聊吧，你们想吃什么？我要点餐哦。真的会点餐吗？之前会长也没请我吃饭，干，我没看到什么餐啊。我希望下一版宝可梦可以把餐这一点做出来。英雄之拳统统，火火火，火火火火火，我也是火火火。先骑车回家再看，好，路上小心。快点，我们快看台，快看台，超坏。罗马浴场，远古时代的两位英雄在平行灾厄后疗伤的地方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赫普加塞，赫普加塞。算了，我回他等一下，他也是会逼我。温泉先做出来，我也觉得温泉先可以泡温泉。然后衣服要再做多一点。其实我私底下有在练，有，其实我私底下是有在玩的。又是哦，你的毛毛，你的氧气泡了，啊，应该用火系的。拜托了我的搭档瑜伽鲁斯说，看，来哦来哦，他妈的，刚毅，又是叫声，你学不快，味道一直流，他妈的。刚毅，哎，不太痛。
那我换个方式好了，左转。哦，感觉很屌，其实还好。哦，我要干死他了，各位！干鱼渣，干鱼渣！什么？特普他妈的，还敢喂药？我操！特普你他妈的！左转，干！我傻眼。干！直接击中要害让他死。撑住啊！我在上，你的痛都由我来扛。来，你出来给我转一下。来，你出来让我转一下，只会讲干话。干，讲干话。然后还有谁？再来是谁？啪嚓海胆 ，what？ 啪嚓海胆是不是？感觉应该是水系的。我就用我的0800来干你。大小怎么跟刚刚雪宝？那叫雪宝吗？充个电。真的是神器的，跟刚外面那只雪什么的有87%像。看电光，电死他！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没有用吗？原来是没有用的意思吗？真的耶，哇，厉害厉害，这招猛！啊，丢丢丢！看我的狗都还没有，还是我可以，还是我可以咬碎，妈的嘞！我真的意外耶。不怕雷的水系耶，真的，真的，哇、哦，屌爆了！这次感觉可以抓，看我把你咬碎，嘴巴直接坏掉，啊，好痛！你要用电光，这是傻眼。快，我们俩都快死了。咬碎，特普你在丢，疗伤药，我会生气。来，我看一下下一只手。哎、欸，我快要死了吧？卡比兽，卡比兽，各位，你们推荐什么？超能力吗？妖精吗？还是孕吐啊？啊啊！可以用它啦，地震应该不错。哇，越玩越多人看是怎么样？就是我的牌是什么？包大夜班看是不是？全世界的大夜班都在看我的。去死吧！应该还行、欸，有不祥的预感，啊，痛痛痛，撑得住，撑得住，惨了，下一集应该就最后一集了，我还不想死，换人，谁能撑得住呢？好，这决定是你了。我用原石封锁试试看。哎、欸，干！啊，进不要！哎、欸，还行还行，还好我防御高。我觉得那个冰雹真的很烦，我们明明就是在罗马浴场打的，不是应该会
对不对？你们懂我吧？还可以降他防，降他速。欢迎欢迎，他是一个速度超快的卡比兽，还敢叫人阿静？没有，现在我已经超越阿静了，现在是我才是阿静。哎呦，你呆呀，金刚星，他妈的！孕吐干死他！来孕吐，我们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怀孕的孕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孕吐。看我身上呕吐，他很酷哎，他都会有那一个那一个那一个火焰球，超帅超帅！呵，看我的少林功，你们不觉得很像那个吗？少林足球。对方当球，来，我们来踢球，你当球。哎，还有一只，哎，火系的应该可以。从这里反过来一次才是最强，哇！您很乐观，您的思想真乐观。来，他妈的！看我的必杀少林功，少林足球！哇，来踢球你当球啊！我的尤吉拉斯还没进化，好难过。谢谢你们，真的是很棒的对战了，你们俩。傻笑。直接通过九号道路，但没有，并没有，我不是他劲敌，是他擅自把我认作为劲敌。我觉得他只是想干我。你们都觉得他只是对我好？不不不不不，我有十足的证据，觉得他想干我。什么？他竟然是55等进化，也太高了吧！我想要把游戏拉丁都当第一个放了，55等欸，老师，你的给他，好。有没有鬼戏啊？今天还是没遇到，所以要去哪？穿过九号路前往尖丁镇。九号道路，九号道路要怎么去？啊！我干嘛进去？下一次就想进来。火焰球，超帅超帅！呵，看我的扫灵功。你们不觉得很像那个吗？少林足球。看我的必杀少林功，少林足球。哇，